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士适合戴什么手表。手表能够凸显一个人的气质和风格，一般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表。男士呢，可以根据自身穿衣风格或者是出席的场合来决定戴什么手表。比如在正式场合，如工作、婚礼等场合，最好呢选择金属材质的手表，不要选用太闪太花哨的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运动型手表，一般都有防震设计，搭配运动服饰或者是休闲服饰还是非常有活力的。